为都会调查中发展人情香港和罗哈和牛鹅形成界韩国两下韩保留类内地有哈家的秀中发展哈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主题片拍的采集文化学习年轻率人才培训希望打破培训人才一走天下调查来了解人情香港哈家人文老历史先生头苦同红小街原先向同客人关系，因为还有内雕刻家建筑保留落来。天天是在后街去二三馆、城市家庙、五福宫的雕，我睇下佮佮认识客家文化。有很多很资深的一些解说老师，他们会介绍永靖在地的一些文史名居，还有一些寺庙，然后延伸出去。正是永靖它的客家文化。我们希望由我们这一次的踏查去找寻地方的耆老，告诉再寻回我们一些客家的文化。由国立中华生发文化馆负责，中华县客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办个客家人才培训班，大帮专业的人才培训，事后会用三年时间调查原先乡的客家人文同历史。物计时间冇睇起。唔係講鴨片花，你一下，誒你學落客誒簽到咗咧鴨片花，誒鴨片簽到咗，所以見你行喺誒出去做呢一件事先係最重要嘅目的啦。就判單位講，就統計仲發現差唔多有400,000客人，還夠睇死係好落客。所以後界對好落客做過前度調查，但是對佢哋嘅模擬怎麼會消息，內事消息都見冇清楚嘅答案。希望透過田野調查來尋出真相眼睛。看看新闻里形容，中发不同。